盒子打开。然后把长度调。调到长度，或者放在上去，调好长度。对。打开这个门。打开。拿到扳手。然后又扳手这个，扳过去，然后把。调节这个宽度。宽度调到那样子，调到跟盒子一样长，再拧一样，好，停，调到这两个盒子都进入这个铁片里面，宽度好了，把上面压下来，压下来，好了，松开。这边这个和这边和这边这个距离一样的就好了，这个链条和这个链条一样的差不多好了。是。然后刺激一下。